天亮了，当我看到他，我心脏砰砰砰砰砰一直跳，哎，然后我看到他的背后啊，就有十个人头光，哇塞，这个人帅的太不像人了吧，很像那漫画里面的那个男主角，什么安东尼那种，说啊，哎，你年纪太轻，我讲安东尼，你说你，杨秀慧走马墙工作活大了，在炎亚纶帅到背后有十二道光芒。有的人说我抢了谁的工作，我凭什么去抢人家工作？我现在只有不想工作了，我没有要抢谁工作，我也不想主持。说实话，我要主持，我年轻就主持了。我这个人哦，不做第一名，我也不做最后一名，我就喜欢在中间拉塞，不是选择。杨秀慧七号出席录影记者会，除了解释日前遭拔除白冰冰所主持的《我爱冰冰秀》节目，自己根本不缺钱，不工作也能靠老本吃的瓜，也分享四月初会带爸妈去日本玩。哎，白云哥是不是会同行呢？哦，有邀请我。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绯闻，我就断送在这些孤魂野鬼的身上。现在其实哈、谈什么情说什么爱都是男人，那个都是在作怪。其实如果白云他家世清白的话，不要以前拍过 A 片了，不要离过婚了，不要有两个小孩，他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伴。如果我跟他结婚了，有一天我挂了，我的财产是他两个儿子，他们天上看了我会生气，有小孩的儿子。但是如果财产比我多的，我可以大概200就没了。没有，其实我不是贪他的钱，不要觊觎我的钱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当你看到一个帅哥哦，你会怦然的心动。有一次我就去参加那种红白对抗，天亮了，当我看到他，我心脏砰砰砰砰砰一直跳，哎，然后我看到他的背后啊，就有十个人头光，哇塞，这个人帅的太不像人了吧？很像那个漫画里面的那个男主角，什么安东尼那种，说啊，哎，你年纪太轻，我讲安东尼。他说：“秀慧姐，你的笑声好疗愈哦。”我们那天回去三天睡不着。是老人浅眠吧？不是。炎亚纶说：“那秀慧姐，如果你跟白云结婚，我愿意当伴郎。”我说：“那我会跟伴郎跑。”他说也可以啊，你看我鼓励老人呐、这个年轻人真心要命耶，他逗得我们这种老婆婆心花都很开呢，都一直回春起来。奶哥，我讲奶哥真的很帅，是真的。奶哥有一次我在那个化妆室，他翘着脚，然后在吃香蕉呢。我好想做那根香蕉。奶哥就是。第一次跟孙子一起过年，对呀、啊，包多少？包是不多了，包5万块钱不多了。哇，太多了！可能他是第一个孙子吧，难免。我包给外面的更多。真的假的？外面的孙子、啊，你真的很愿意分享。我觉得今年过年真的好可怕，节目啊，还有里里外外的，都花60-70万。哇，过年都要开销。陈哥刚说他的孙子。不要说持久了，也是一笔开销。